你要吃大只，要吃小只。你要几只啦？哦，一句话，这几只，你之前看外资，我几只拢签咯，到这为止，到这为止，这几只拢签咯。过来开始，这几只拢签你。我今仔日为着你，你头前这三只要吃无？要几只？你要几只啦？不用抬，会用吃无？我抬给你吃吼。刀锋面都做好了，我再来继续。好啊，你今仔日你莫甲我讲，你袂晓抬鱼啊？时间的尔，那依我，我按会讲了这一只，二十分钟左右就买单。啊，那咱莫讲二十分钟，用三点钟。会好无？会，因为我跟你讲，以我的年纪，出去用车一点钟八十块生活，无人要请。哈，无人。若讲人要请回家，这一点钟百五，嘛无人要请，因为伤乖、伤老，吼、哦，对。啊，这事实，所以咱爱离婚，用三点钟来抬这个量担，一人要一只两只，我负责另外的，最后一波我要下杀。阿兰姐，由你先决定，你要不要买？政府你要出来面对现实，啊！代志拄着嘛是爱解决，来，买无？买这个来，这只上大亨的，这只绝对卖千五。我为着感谢你这么久长对我的支持，卖千五、千四、千三，本钱呢？一千。要吃来？无可能卖掉啦！要吃来一千。一千，你屏东的人，你敢买有这个价钱？一千，这较细只，来，这两只较细只，开始来较细只，那两只是上大只。我咧卖鱼啊，足老实嘞，我袂甲你用暗的，镜头头前看的看袂准，现场看的上该准，袂使乌白。来来，一两，这只会使，这只卖使，这只卖使，这只卖使。一只，好，来，这个这只，一、两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来，咱来这八只，来招一摆，拄只一千，对吧？无趁钱，卖这八只，卖开一千，来九百，要吃来，八百来，八百块，八百，一只八百，你要够不行？八百，两大、哦，来。阿姐，你要几只？你若安尼甲杀做水进洞房，千五买无？一只都有够，一只摕去送亲家、送亲母、送厝边。你出去佚佗，伊会甲你靠门口，看伊饲一只狗，真嘞？千五。靠门口。啊。一千四啊狗。哈哈哈！你不讲。买啦，这我歹势讲小大声。买啦，我咧卖鱼啊，绝对即组无趁你半块银，绝对无。千五，大只，卖搁炖地，无可能搁俗，无可能。啊，要吃几只？八百。这拢现捞啊。是的，全部都是现捞的，这都是现捞的。打起来绝对会注意昂贡贡，永大呢？那个是现在国那个大陆抵制不让你外销呢，很好吃的到这个，一台斤350块，你去敢买？啊、哦，今天来做最后这一波，有人买不？有没有？你是哪来这背奖？一只七八几块，阿娘的，你买一只两下就千几块啊！看我是买一只没？买一只没有关系，来八百块。哇！来要吃八百，两只是千五。来，八百块，来，要吃请继续。来，好，好，老板娘谢谢，来。过来，贝爸，我专程带小孩来看你带货呢。
哦，你按我那一只嘞？住哪里？五元呐，包元哪里住？啊，住五元也没来。哦，安尼哈，没有看一个妈妈呢，家里不煮饭，跑出来卖鱼，卖鱼又不赚钱，不知道出来干什么？有回馈我们新竹的乡亲。我跟你讲，弟弟，有一天你事业有成的时候，钱对你来讲并不重要，你要做什么事情？要回馈你的乡亲，回馈你的地方。每个人都这么做，台湾不可能不会好。大家不要只为了赚钱出来做生意，安尼人生无意义。除了赚钱，再去的开的就是财产，你开袂到拢毁散。你给人还是要给人家花。为什么当你有能力的时候，你不出一点力气？所以我跟你讲，阿姨在这里卖鱼没有什么特色，就是便宜。因为这是外国用。